谢谢啊，我一餐就喝大了，原地等着，别又惹出什么祸。哎，这可不行啊，你还没给钱呢，钱你还没给呢。嗯。啊，谢谢你啊，没事。 断我财路，也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多管闲事是吧？让多管闲事。啊！哎，少管闲事啊！啊！找死啊！站住！站住！ 老板，再来一份。哎，好嘞。这就走了？我还没谢谢你呢。不用了，我还有点事。林浩辰，我就猜到你在这儿。原来有姑娘在啊 ？Hello？ 别瞎说，根本不认识。你不认识你就带人来吃烧烤啊？ 啊，你好，我叫叶人。你好，我叫静玲。静玲，好好听的名字。站住！这个给你。怎么了？ 没事，叶然，咱们回吧。姑娘，这么晚了，你也该回家了。反正我也没有家，去哪里都可以。听到了没有？人姑娘说去哪儿都可以，那咱们找个好地方，好好聊聊天。那不是这样，姑娘，我知道一个好玩的地方，我带你去。好啊。哎，我这个朋友喝多了，你一个人在外面。 也不担心安全吗？没关系的，真的没关系。听到了吗？人家姑娘都说了，那姑娘，咱们走吧。嗯。别拦着了，嗯。